大家们，谢谢，感谢您的光临。下午好，是的，哎，两只小猪，小猪你好，小猪好，我是台铁银两位，给您请安问候一下。那也听讲今日猪霸王猪要来，所以特别来看一下家己的好朋友。哦，这是有原因的啦，嘿，因为定位小后来啊，我讲要甲穿两只麝香猪，对，结果不啊不去，不了两只山猪，啊山猪了会更危险。哦，啊！所以今天去专门只能挑这迷你可爱的社长，啊，没当完炸登去，我无了要炸登去。阿伯，你要改饲有大只吗？不，哦，足够追呢。对啊，方才这两只猪在我鞋啊顶头放了，因为伊看到我鞋啊俩都是伊的同类，哎，个另外一只甲我拍鞋带，把鞋带夹开，所以这只已经是甲伊做变真好的朋友。哎，我看伊对我安怎？哇，小虎哥要改加奇姐。哎呦，哎呦，阿玲是这样，唔在西屋阿玲两个。太生气啦！阿玲好啦，无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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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刚刚做高追的啦吼。哎呦，高追的啦，好可爱哦。对，你冇看低啊，伊你惊你是富太低啊，还是惊？真的哦，无啦，已经二十年无。赶快啦，赶快，放心放心，来来来，工作人员你来。咱先甲咱所有啊，大小姐的好朋友吼，啊，许多吼，啊，问安啊，大家阿曼，大家好，啊，祝福各位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拢大赚钱，谢谢。嗨，掌声鼓励。哦，这两只底下情况，两面变作灌墙，就感觉心内不爽快。无可能，无可能，那个是宠物猪吧？对啊，宠物。但是我们朋友嘛是被宠物猪啊，讲就别大只，别大只。嗯，结果。结果半年哦，差不多哦，一只代理就一还大只。真的吗？是啊，
是该饲下饲乌萝卜，还是饲下？哦，啊，这款猪吼，伊就吃吃吃，一直吃去啦。桂花园的迄个玫瑰花，甲食到无半落去。我跟你讲啦，哇，猪食素。小后面头前尽量卖讲着猪的代志。是。哦，我今日想着过去哦，三日就搁垂落去啊，麻烦。其实什么已经心境已经较平和啊。了解了解。而且也已经二十几年拢无包着黑啊。了解了解。而且大家好朋友吼，会记小后男人的坚持啊，多多支持啊，而且也搁有哦。九月二十一号，小虎啊，算讲头一届要伫台北小巨蛋举办小虎的个人演唱会。哇，哎呦，小虎要开演唱会，是头一个台夜十八关 ，Number One， 攻进小巨蛋。一般节目无可能讲遐尔清楚。本节目特别强调九月二赛小虎攻小巨蛋。安尼有算吗？算，谢谢。听讲佫出新专辑呢吼。是是是，男人的坚持。男人个，阿姐是挺你起来。哦，我是陪小，我是跟小虎哥一起来朝圣的，因为小虎哥要开演唱会。不管唱什么歌，那我先来预习一下。不管唱什么歌，这是阿姐我甲阿姐唱的，甲阿姐唱有一种味道。我甲伊唱都有一种味道，感觉我一下子就年轻起来，帅起来了。哎呦，哇！阿姐我今麦咧吹咧七百赛。你不来，不同的感觉了。很久那么点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恁伫遮啦，峰哥、苏哥，才有一位特别为台北来的林大哥。哎呦，你讲要点一条哦，就特别的歌哦。什么歌？好听的歌。哎，合作什么？爱情卤蛋哦。是爱情的卤蛋啊，唔对啦，不是啦。哦啊，爱情卤蛋。爱情落单，这首歌是咱江世峰老师跟阿丹老师写的。爱情落单，来欣赏这首《爱情落单》。谢谢。嘿嘿。爱情啊，是吹雾。一条向咱的老祖，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为咩缘故呢？去年的这时阵啊，小虎在这台顶，哦，差一条歌，一唱煞就会使等于引导休困了。坐高铁。但是迄个时阵开始放烟火，乒铃乓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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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虎在台顶等一点钟，差迄条歌，因为迄阵烟火放了。今年咱老祖甲你加持了，所以今年又在开演唱会，你讲是不是啊？但是，哎呦，就是这么烟果，就是遐香烟、遐炮啊声啊，你哪一点钟嘞？点外钟嘞？我比较，那边我本来录音来路上，跟听小虎哥在讲，哎，快点秒，让我他说让他很深刻，印象很深刻。对对，我为三点就来，嘿，哦，录音录完点半，等于到台北四点，我搁再三百斤啊，等于到台北。
什么经啊？在三百经啊，等于到因厝白沙。张秀清呐、啊，哎、啊，对对，卖讲讲出来了，大家知影啦。系、哦、啊，要紧啊，因贵咱这个老祖给你加持了，那今年啊，大哥搞我讲哦，别生带性值得的三百经啊，别生命啊。哦，以后咱卖讲三百经还是张秀清，咱都卖讲。好了好了，从此以后咱天人少少，出去唔能够宣传哈。哎，三百经唔能够讲啊。少少，来来。这两个拢做个唱歌吼，大家爱听什么歌，你都甲点来。尽量甲点来。来来来来。到位到位。张哥，这边这边。水。这位姐姐啊，就介意黄思婷诶。多一条，要多一条。满天星。熬点熬点。满天星。天星。我熟悉的。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挂在天空。不是这首啦。啊，不是这首，是哪一首？是你看满天。你看满天星，满天都是小星星。你是这条啦，哪一条？你看满天星星，你看满天星，满天都是小星星。好嘞，好，来看麦，看到这是都是条，看照清没？来，满天星，我想过你。视频唱歌吼，拢感觉有点佛光，佛光普照吼。哎呦，啊，这边啊呢，如沐春风啊呢。是的，陆家，我甲小虎的边啊，小虎嘛在讲起，讲这早个时代有水。啊，谢谢我最喜欢跟小虎哥碰面了，因为呢，每次跟他碰面，伊拢搞到鹅肉，所以我感觉女孩子不用去整形，当你对自己没自信的时候，打电话给小虎哥，他就会鼓励你。我是肺腑之言，你真搞呀？怎样？人是水啦吼，但是最近我对思婷小可有意见啦。安怎讲呢？有啥物？方才孙阿公，咱来看到思婷唱歌，拢感觉有佛光普照的感觉。是。但是你家己穿衫，你该愈注意哦。啊，有闲哦。都有不敬的所在吗？我穿安尼足尊敬的啊。我有道为证哈。啊，来来。你顶一条啥物叫做爱的禁忌啊？叫爱的禁忌。啊，你有啥物禁忌？爱的禁忌是穿安尼啦。啊哟，你看没啊？啊哟。我也刚才变老公了因为没有
碰狗，我要跟你解释一下。嗯，这个啊，人家说年轻不要留白嘛，哈、哦，尤其是女孩子，咱喜欢探家的笑脸的时阵，尤其吼，打扮小虎哥拢讲吼，哎，我吼跟萧蔷同款水，所以呢，我要把最美的一面给自己，这样留个回忆。看到背后那一面墙，哎、欸，我能不能看到前面的大门呐、啊？拍摄今天都可以蒙。但是这顶一张哦，啊，到满天星的时候就变了那样。哎呦喂、啊！这是用灰炒炸给你啊。哦，这哎、欸，这个是那个海芋，我直接就拍两嘛，因为海芋有重量。哎呦，我跟你讲，你先两嘛，那不小心打了以后，都烂掉了。对。阿叔，顺哥，你个海芋个切切看嘛。不，我就买来等冬天。这秋天啊，过冬天就冷气啊，过冷了了。哎呦，一张我就收起啊，当你。喂嘿。啊！你后一张手面不就敢存一支海芋花呢？要动作。为什么这摆会拍海芋？就是因为阿爷进去就有歌迷说啊，那你手皮哪边就好诶喂，哦，你下一张有没有做什么突破？我就想说、哎、啊，今摆手皮再拍呗，就随口说，如果有破万的话，我就会再拍更清凉的，对对对。哎，你公司的老大哥来看起来哈，他不是说为了要就是说标新立异或什么的，他只是因为他有条件嘛，干嘛不录？对不对？廖姐二呢都是找一点体验的。哎呦，就是、哦，没错，我边阿姐是一个足特别的人。为什么特别呢？安怎特别？听讲伊是小虎哥的粉丝，我来变好朋友哦。哎呦，你好朋友啊！哇，今天我很牛，今天特别来上会，上会嘛，跟我们小虎哥合唱。哦，啊，要来合唱哟，要合唱啊，要合唱。OK，OK，OK，OK。来来，献花请先上来，来，这位美丽的小姐，要来给小虎哥献花哈，一定是小虎哥忠实的歌迷小粉丝哈。来，哇！讲。哎呦，嘿，我流汤啊，你抱抱啊！请问几样未？哎，我刚才未记得呀呢。未记得，记性无讲太好。记得无太好。今天几多未记？哎，刚才是会看哦。贵姓大名？啊，我姓林，双木林。啊，林小姐啊，是是是。大家拢叫伊 Angelina 啊 ，Angelina 哟 ，Angelina 介意的小虎哥的歌，哈。嘿，是。你讲要来跟小虎哥合唱一个？对，要求和小虎哥唱一首《七经大》。哎呦，啊，你真好胆！这条歌无好唱，你有听点这条？小虎哥，你有接受无 ？OK 啊 ，OK 吗 ？OK， 来，我先跟你去嘞，谢谢。麻烦再掌声鼓励好吗？谢谢。若是淡无伴，苦酒落喉，听。
谢大家。林小姐就我唱歌呀，唱礼拜，因为我听讲伊伫嘉义个有咧教学生，啊没有，只是业余兴趣分享啦。我最主要的那个工作是家具设计，哇，家具设计，家具设计，是不简单。谢谢林小姐，谢谢。紧张好听哈，好啊。哎，唱歌呢，听我点就按呢，来来，我给你点呢。也不讲阿姐，我哩听到讲呢，点了阿哥可是收起来。未来啊，那是修好的风景地，我啦，我是示范啊，伊嘛不会给你点啊。不要紧啊，恁点啊，要紧。啊，早起也要点。好啦，我示范给你看，唱就唱。这个感觉你干嘛咯？你竟然把一个修道人啊！我想我透过这个修道人，看会当较清醒的话。但啥来设定？哎，咱未使对着修道人安尼。你来修清楚。你也一样啊！我是跟他讲不行，不可以这样。阿内讲，咱手袂使提人手顶头做什么功夫，轻轻的提来，好阿内哦。咱家起者。哎，好啦。哎，我拄仔看迄个粉丝团哦，也迄摆起来，我看迄些什么歌名，也起来好哇。男人，男人，男人的坚持。来，介绍大家听着好不好？啊，新歌嘛。OK， 男人的坚持。OK， 来，男人的坚持。谢谢哦，两个位评委当多多支持。嘿，有过一条好歌问世，是，但是我拄啊吼，有人来后台甲我问啦，你讲安怎？迄蔡小虎、迄海报那四个噪音来挂面裤，迄啥物件？是是，因为咧，你有请顶头呀？啊，你有请顶头呀？顶头哦，因为我的演唱会来的从头到尾有四个特别来宾，都是女生。所以四个特别来宾要到现场才能够知道，是的，完全不能透露。所以大家心关来又看麦啦吼，到底修好的这个演唱会请对过查某囡仔来，是不是黄思婷啦？啊，彭水娥啦，啊，那个陈百清啊啦，你赶紧又看麦好不好？还是蔡依红啦，哈，蔡依林啦，啊，蔡依林，蔡依林哦，蔡依林、萧亚轩，哦，拢来啦，哦，对 ，Coco 李玟，哎，拢来，无啦，张惠妹，啊，因哦，今麦要跟你洽谈当中，有没个听歌无？有没个听歌无？今晚和你预习演唱会的，你安尼啦，安尼我目屎会流落来。都当然是安尼咯，感动歌袂热情嘛。我是代表阮制作单位，给点一首歌好不 ？OK， 心照鬼，你说？心照鬼，这首好听，非常好听，非常难唱的一个歌，很长难唱哦。拍起唔知要被点我的唱，是 OK， 可以吗？可以。来破下个吹来，心照鬼。加添心烦，啊！
一人经过一关，尽管难过心如乱，情难离离海乱，阵阵海风吹云烟不散，爱一人白白拼一过三关。为怎样啊，伤我千万回，叫我的心借你过，又搁一回伤我千万遍，人生苦受罪，我的心借你过，雨过风吹犹原凄美。在歌词当中听到爱一个人爱过千般，心徛白马嘛只有过三关。你是有当讲是渡几关？五渡五关，五渡五关，五渡五关当然无简单的代志啦。但是伊要以小好的个性，当初是你家己去报名的吗？啊，当初是我一个好朋友，伊甲我报名。因为伊伫五等奖有参加过三届，哎呦，啊，最好的成绩哈。这最好的成绩是一渡三关，这个人的名叫做蔡明宏，蔡明宏，蔡明宏。今麦目前伫高雄的电台在主持节目，做得非常好。你那是迄个千里马来讲，迄个恁的朋友叫做蔡明宏，蔡明宏，伊是伯乐。哎呦，是，对不？伊甲你报名嘛。但是我这世人嘛是有做些伯乐啊。是，当然，当然，当然。但是你报名这真重要。是。那无会，无你五度五关是为倒位来？是。你五度五关，你听讲你拍金牌哦。你讲拍金牌这是安那？是我的亲戚啊，到一位高大哥，高大哥跟高大嫂对我非常的好，嘛拍一块金牌来给我颁奖安尼。哦，安尼哦，咱是拍金牌有姓名，啊，拍金牌何里无简单嘞？哦，跑过落地呢。一个人讲我都做到，人呢？人做到。让人打金牌，你知道吗？欸，真的啦，你先别说这样啦，人是给我面子，给我鼓励，没啦，你也别客气，他就金牌了，在门口红翕上三翕三天，一直坐那里，还要得金牌。我当初我比赛，参加比赛的时候，我就已经猪肉没在卖，对，没在卖的时候，当然就经济比较没那么好嘛，因为那时候我有买厝，有贷款，是，这个高大哥跟大嫂对我非常好，他给我赞助，帮我买衣我你去比赛，给你买衫，甚至自装备。对对对。因为艺人哦，自装备一般拢真贵啦。譬如讲，穿你顶款这衫裤吼，有当时啊家己处理，一次有当时啊过了万，拢也几千块尔，迄位拢袂好。一集衫拢也无同款。对对对对对。就辛苦。而且我过关出唱片完了。我小好的个性就是真正足懂得感恩、啊、所以我每一年拢会客阮哥哥管的盐城加腊肉啊去有大哥借安尼啊大哥即摆年纪嘛较侪啊吼，是啊拢有时啊拢会等于朋友，有时啊买去朋友看伊安尼，安尼哦，是啊你的人嘛不会忘本呐吼，什么人捌甲你栽培过，你嘛是拢会感谢安尼啦吼，非得人生爱这么侪人结合起来，甲咱帮助咱才有法度，是啊风采你迄、那个。高大哥是吧？是，伊拍金牌给你嘛吼？是，来，我们来欢迎高大哥。哎呦，那有可怜，那真笑哎。好可怜啊！高大哥，欢迎。还有高大嫂，来拍金牌，好笑哦，就是你家。专工甲伊请来哈，哎呦，那有可能的代志啊！来来来，来徛来较头前的吼，镜头较好看。大嫂，哇，无简单，掌声鼓励鼓励一下。哦，
你是要讲笑啦？不，本节目就这个功能吼，讲到什么人，什么人多多请来，来，高大哥，高大哥，嗨，你好，你好。大嫂哈，啊，唔好在，我今麦白工作爱好，我安尼，我爱好出来。我跟你做你好，我跟你，不要惊死。这是感动啊，白塞。啊，你是在拍金牌会？啊，金姐，金姐。赤裸王子，赤裸王子蔡小虎，就是五等奖。过关的时阵，哎，过关。过关我就阿伯，过关我就讲啊，哎，我讲那是过关。我这边大哥大嫂哦，两位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都乐于做公益。在那个好几年前的九二一的时候，在他们一年有算讲做足侪公益啊，像人咧无，算讲无法度处理有事的吼，大哥大嫂他们就是办做了很多好事，非常有福报，谢谢哈。今天大嫂哥准备礼物要送我，这个小上金白来，谢谢谢谢谢谢，上金人啦，谢谢谢谢啊，工上巨蛋啊，哇，谢谢谢谢谢谢，这个生命哦一季。啊，你想爱吃欧一进？欧一进，掌声鼓励鼓励！没有修，你的新年九二一攻蛋成功！赞赞赞赞赞！在高大哥，这个胖子，这个真的是有点嘛。我你今天我无论安怎都看我都爱高的。我呢，我等你这演唱会哦，等十几档啊，等二十档啊，等个。正大有别实现，对啦，感谢这个高大哥。我来心照给嘛是介绍说，我先来。情难离。阵海风吹，魂烟不散。爱一人，我过千关，心惊白马，也只过三关。为怎样啊，伤我千万回？感谢时间，再继续有奖，超级夜总会，拜拜拜拜。